没有机会，我的肚子很饿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在沈阳，现在是11:30。正常的话不要饿，但是来东北之后，因为我平时制作的话一天吃2顿，是来东北1天3顿都是吃的很多。没有机会，我的肚子很饿。到了饭店时间也是肚子没有那么饿，但是很多人说来东北一定要体验东北自助盒饭。上次吃了那个盒饭店嘛，都很满足。但今天去的地方就是哇，这。自助盒饭15块钱，可以随便去的那种，不上限，不会上限，15块钱能这样的自助盒饭，不会很好吃是吧？虽然味道没那么期待，我要尝吃体验外国人来东北，就东北，这里没有位置。怎么吃？先付吗？先付。支付宝到账15元。谢谢。啊，握手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太酷了，谢谢。不知道先拿什么，就拿锅包肉。这可以吃吗？只要往前来一次，后面都有人排队，再去拿后面的菜有点困难。我喜欢鸡蛋羹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感觉这个颜色菜都好好吃。再选好了，最后关注是抢位置。大家，我现在拿米饭的路上，遇见人了，等你先多多吃两个。我现在能做的不会的，那就是刚刚吃饭的时间，我没拿多少，那就回酒店过来。我虽然没拿多少，但是感觉已经非常了。对，实际是真的不高，如果人家肉没那么精，但是真的可以，性价比特别高，而且可以吃到很多层面。嗯，这样真的可以，反正是我自己生活。如果这个在杭州的话，我真的经常来。还有鸡蛋，刚鸡蛋，给他们吃。有点咸。吃米饭真是。这可以加米饭吗？可以加米饭吗？可以。这个是中国春卷。圆的春卷，这豆沙。我喜欢这个，这不就刀子的吗？好吃这个。你豆是什么？
不在，在杭州，在杭州这样吃的话，你看，杭州。好吃，有点脏。好后悔，其实它也有很多，但是我拿的相机有八八好几个，所以没有拿了好多东西，帮我吃完了，快点出去，今天接下来啊，快点出去。已经满。但是刚才我还以为是我来的晚，来的时候发现还是来的早。但是我刚才碰到一个粉丝，没想到我碰到他就有点懵了，所以刚才没有打招呼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你好。反正都特别晚，吃东北这吃火。我的位置有点偏僻，拿菜有点不方便。第一次拿菜的时候多拿多点拿，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是吧？去很多地方旅游呢，每次买了这样的杯子的饮料，味道其实差不多，不以为然。为了拍照片买的，所以我今天不买，不想为了照片填我的肚子。来东北要常吃糖葫芦，这些多少钱？15。这个呢？草莓其他都是块。啊，其他10块。这个和这个。这个呀。哦，这个呢多少钱？带芝麻的6块。这个不带芝麻是鹅的。要还要那个剩下的绿的。一共多少钱？26。谢谢。好啊。这里隆重吗？大家尝东北的。姐姐，这个吃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吃的。白色这个可以吃的。啊，这个白色可以吃的。好好吃，天哪，好新鲜，里面的锅却不好。这个新泰姆斯克，这是6块，怎么这么便宜？好吃，但糖的味道很浓郁，没有草莓好吃。딸기가맛있다，这东北风怎么这么大？这个是，原来是不是我们这里吃的吗？为什么？有配菜，한발랩이시네요。이거맛있다。想到了啊，我知道了，山楂和草莓有点酸味嘛，加糖的话更合适。青提葡萄过分甜了，但还是草莓好吃。再来说的话，这个。